看第四题，第四题的话哈，假设这个 f 哈对那个 t 一次微分是存在，好，我现在哈给它对 t 微分，这两次微分，啊 y 对 t 微分，前面为，后面不为，加上前面不为为后面。它减掉 f 为1次，这两个刚好相等，所以是等于 t f 呢为两次。好，那这样我知道那个 y 对 s 微分等于 y 对 t 微分除以 s 对 t 微分，就等于 t f 呢对 t 微分，然后这是 m 对 t 微分两次，那刚好都约掉，等于 t。好，那我现在哈对 x 再一次微分，就等于先对 t 微分，先对 t 微分是一，再乘以 t 对 s 微分 ，t 对 s 微分就等 s 对 t 微分的导数，就是等于这个导数，所以是 f 呢。两次微分。